一个我认为最值得去的鬧市溫室就是这个霍士傑溫室，它位于这个香港公园里面，如果大家未去过就一定要去了。咁點樣去呢個霍士傑溫室呢？我哋喺金鐘站嘅 C 1出口，沿住呢條電梯上去，跟呢個 C 1出口左轉，再上條電樓梯，沿住金鐘廊步行，大概五分鐘就到達呢個香港公園噶啦。在这条电楼梯上去啦，上到之后呢，其实左转向金钟楼的方向行，再沿这条电楼梯上去，直上去这个香港公园的啦。咁出了这条电楼梯之后呢，就已经见到香港公园的啦。咁呢个霍士傑溫室就喺呢个香港公园入面，大家睇完呢个溫室之后呢，可以顺便参观埋呢香港最靓嘅公园之一，就系呢个香港公园入面有好多花卉啊、流水啊、小桥流水啊、有雀笼啊。好啦，咁呢个就系霍士傑嗰个溫室，咁占地面积都好大嘅。咁佢占地咧，大概系1400平方米嘅。佢有呢、這个热带嘅植物啦，同埋热带雨林嘅温室嘅植物啦。吓，咁大家可以慢慢参观。
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